远，角色不同，演好自己的未来。长亭月靠你我跟他，梦回你笑看看心中浪漫的家，让我们一起携手追寻一个梦，有多大不同都在同一片天空。
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那个风雪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中国祝福你，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各位如此精彩纷呈的演出，请大家先回座休息，期待后续你们有更加精彩的表现，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欢迎收看《玉兔呈祥大湾区》2023广东卫视春节晚会，首先给大家拜年了。金兔喜迎春，我们要祝大家玉兔呈祥，兔年大吉！好，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祝各位大朋友事业节节高升，祝读书的小朋友们金榜题名，独占鳌头。好。行花街，吉祥如意，祝大家啊在兔年就像我手中的年花一样红红火火。此刻粤港澳三地花团锦簇，喜气洋洋。花街呢在澳门也叫做年宵市场，咁啊，年宵市场里面啲莲花种类咧，可以话系应有尽有，全部都系寓意住咧，希望过年大家都有好意头。好，那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繁花似锦，百花齐放。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啊！正所谓醒狮扭扭头，弯曲年未浓；醒狮抖抖身，欢乐。何新春，你哋好吗？舞狮高跷闹新春，家户人皆笑开颜，大家新年好。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在这儿呢，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啊，要像咱们身边的醒狮一样，在2023年呢身健力壮，同时呢神采奕奕，2023我们都要谁呀、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的祝大家玉兔呈祥，新年快乐！腾跃的醒狮是独特的岭南符号，广东人正是有了这样的精气神，才能在改革开放中闻鸡起舞，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广东才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黎明前的烟火，深夜中的霓虹，田地里的辛勤，工地上的汗水，车间厂房的轰鸣声和实验室的奇迹，我们在24小时的流动中看到了广东这片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上奋斗的身影和活力不息的故事。
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凝结了无数人的辛勤付出和汗水。我们真诚地致敬过去，也振奋地奔向未来。那么在新的一年，大家的新年愿望又是怎样的呢？一起来问一下 B 哥。我的新年愿望呢就非常简单，就希望我的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都知道盖叔为了来参加我们这次这个春晚，特别特别的有诚意，在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在全网征集大家2023年的新年愿望了，对对 对，并且说要把这些新年愿全部写在歌里。对，这是个非常好玩的事情，而且我现在已经收到了大概30多万条，三十多万，我可能没有一一全部看，但是有好多蛮有意思的，就是讲来听听，非常有意思。大家的愿望都好奇怪，比如就希望闺蜜变胖，自己变瘦，然后希望明年可以。结婚生子，有的人还希望自己不要变秃，这个很实在，对对，很实在，对。但是我觉得哈，心之所愿，只要你努力的话呢，就一定可以达成的。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盖的这首新歌，承载着30几万新年愿望的愿望吧。世界这么大，新的一年我想去看看。2023都支棱起来，新年好运，咱包圆了啊！希望疫情可以早日结束，一中两件终于可以叹一叹啦。新的一年领子领带，走起噻，新的一年啥都中。妈嘞，出门完蛋了！哎呀妈，咱就不搁这叭叭了啊！新的一年来开整。我正在眺望远方，把祝福送往边疆，点燃了火与期望，打开尘封已久的窗。笑在故乡，最爱的人在身旁，最珍贵是为健康，不小心就失了眼光。你我有着同一场的梦，你我感受同一场的风，年少应该有的冲动就别让后悔卡在喉咙。你看机会它总在手中，都不服输那就往上蹦。我的愿望实在太多太多，靠手动一步一个脚印在造梦。愿望许下了吗？别藏住心里话，月儿它依旧在这新春之夜高高挂。愿望许下了吗？别藏住心里话，而此刻我却想要。夜空下我们数星星，灯光下橱窗亮晶晶，钟声响起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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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我等不及闭上眼睛。如果秋风萧瑟顾虑，温暖冬日中的呼吸，祝福皆是零零零零。随我心意，夜空下我们数星星，灯光下橱窗亮晶晶，钟声响起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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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我等不及闭上眼睛。不过秋风萧瑟顾虑，温暖冬日中的呼吸，祝福皆是你你你你，愿望如意，随我心意。看你奔波在大街小巷，逐渐变成他们大人的模样，新的目标新的计划又钉上墙上，是否卷满孩子们的奖状，考验上岸的人是挂，摔倒后站起来确实挺下塌，别再熬夜都挺突然好吗？春天的旅行今年能否参加？此刻你在和谁风归巢西飞，家人拍走了肩上的金玉辉，他能填满我心中所有空位，身体告诉你遗忘他别理会，沉默的他希望下月能装好新家，来年婚礼是否能够接到手不花。你说坐上路上天还不用再害怕，唱要在一个澳门天我们就出发。好运之旅To you, 好运 to you, 财运 to you, 而此刻我却想要。这里是加州海岸离上海海线距离最近的地方，我带着我的画隔着太平洋跟大家遥相呼应。新的一年希望自己学有所成，也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过越好。2023大家新年快乐。夜空下我们数星星，灯光下橱窗亮晶晶，钟声响起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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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我等不及闭上眼睛。如果秋风萧瑟不离，温暖冬日中的呼吸，祝福皆是你你你你，愿望如意随我心意。夜空下我们数星星，灯光下橱窗亮晶晶，钟声响起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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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我等不及闭上眼睛。如果秋风萧瑟不离，中的呼吸，祝福即使你你你你愿望如意随
春自火中来，这过年赏灯呢一直都是咱们的传统年俗。传统的彩灯啊都有吉祥纳福之意，当彩灯亮起年味儿就更浓了。哎，你说今年这灯多漂亮，你看我身边这些。不过我特别好奇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咱们今天呢请到了来自佛山彩灯世家的传承人黄宏宇老师，请他来详尽的为咱们解答一下。有请黄老师。好，有请黄老师。好，过年好。大家好，新年好，我是佛山彩灯传承人黄宏宇。黄老师，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身边的这个彩灯啊，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说法吗？这一盏灯呢，它是春暖花开喜迎的鱼鳞灯，它的图案是用那个鱼鳞片把它砌成的。哇，好神奇啊。哎，那我也想问了，黄老师，我这盏灯啊也特别的漂亮，这个是什么灯？这一盏灯呢有两个元素，一个是莲花，还有一个是鲤鱼。哎，这俩元素都特别好啊！你看，有莲花，有鲤鱼，这不就是连年有余吗？哎，我觉得这个除了意头好以外，而且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年轻人在网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转发锦鲤。有这样一句话：转发这条锦鲤，好运马上到。接下来出场的这条五彩锦鲤一定能带给大家一整年的好运。哎，那就让我们马上一起转起来。
当然有了。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可是融入了我们广东潮汕地区的莺歌舞，表演者呢会把自己扮演成水浒传当中的角色，并且啊在木牌上会写着风调雨顺及时雨等大字来岛屿祈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吧。今天呢，就是我们腾格老师第一次跟我们南方的莺歌舞合作，感觉怎么样？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挑战，蛮有意思的。
而且我知道腾格尔老师是内蒙古人。对，刚才歌里有内蒙古话吗？没有没有，我唱的是潮州话。哇，厉害了！是有名师指点还是自学成才？完全纯粹是现学现卖。我学两句啊。好，我先说普通话，要不然听不懂。敢闯敢干敢打拼，嘎闯嘎当嘎怕点。掌声鼓励。那腾格尔老师，要不这样子吧，今天晚上呢，正值呢就是我们广东卫视的春晚，我们呢就用内蒙话，用粤语，然后再用我们的刚学的潮汕话来跟大家拜个年，怎么样？好啊。粤语啊，就是广东人见面啊，一般都会说一些吉利话，四个字：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潮汕话是这么说的：新年好。新年好。对，哇，特别温柔。也不错，新年好。蒙古语，他那干。新年的孩子们的吉利 ，Deep Children 啊 ，Deep Children， 这意思是、哎啊、给大家送去新年的问候。谢谢，谢谢腾格尔老师。下一站金紫荆广场。像避风的海港，摇曳一湾水温柔，全是最爱见赏。纯真是你的微笑，一眼到永远的抱抱。爱像亲人般深长，时时为我鼓掌，爱和唱。装发芽，阳光中笑开花，是暖暖的，翩翩起航。同屋檐之下，像一幅画，日夜相守相望，闪闪星光，照亮你的脸庞。之下茁壮发芽，阳光中
笑开花，是暖暖的翩翩起航，同屋檐之下像一幅画，日夜闪烁上万闪闪星光，照亮你的脸庞，永远的紫荆花要飞翔啊，总有浪花说不尽的牵挂，有我在啊，温暖的家，爱流淌拥抱彼此心安，不负时光多骄傲的枝桠，春暖后又开花。的精彩演唱，最近这几年我发现经常可以在我们广东的舞台看到二位啊。是的，有了湾区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积极拥抱湾区，以后我们就可以骄傲地说香港地风生水起。再次感谢周柏豪、严明熙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哎，对了，吴霞，我想问问你啊，你对澳门有什么印象吗？那肯定是好吃、好喝、好玩，而且啊，好方便。你看，我早上可以陪你在广州喝早茶，我中午就可以到澳门。哎呀，说的太形象了，没错啊，尤其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以后，打通了粤澳两地的融合之路，让两地的往来更便捷，交融也更密切了。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是用土生葡语演唱，土生葡语可是澳门的一大特色，同时啊，已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哎，那接下来咱们把镜头给到珠海的横琴，让澳门的小歌手王新宇用歌声带咱们去逛逛澳门。财神到，财神到，是咗财神好。电话呀，喂，我不买房，也不买车，
那也不买房车呀，这卖的够杂的呀。没钱，那哪有钱呢？生意都这样了，除非财神显灵。这是雷神显灵了。哎，过分了，过分了啊！你们几个看天门的门神，你不宽松我就算了，你们踹我一脚，你真的，哎我，哎，怎么还撞衫了呢？哥们儿，你谁啊？哎，我这个造型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过年超市门口搞促销的嘛。对，哎，这无知的凡人，你站稳了。我就是财神爷。行了，哥们儿，入戏还挺深的。你先把那普通话练一练，好不好？哎，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天庭总公司广东分公司的财神爷，我是南方的财神爷哦，所以我的口音是有点，你懂的。行了，别闹了。不是你别捣乱了，赶紧走好不好啊？哎，那都是打工人，你装什么财神呢？对不对？哎呀，看来我不露两手，你不知道财神是有脾气的，天灵灵，地灵灵，给我地。啊，知道我厉害了吗？哎呀，动不了了，你幼不幼稚啊？没空陪你玩，赶紧走啊！不，做生意。我真是财神，其实我刚下到凡间，我不宜。露法术露得太狠，我就露一点点，我帮你招揽顾客怎么样？你怎么招揽顾客呀？你这，等，您有新订单，我10000个订单，哇！这我根本做不完呢，你快停下来，收，所有订单已取消。不是你所有都取消了，要是给我留几个呀？不过您真是财神爷呀！哎呀，小伙子，我一下凡间就遇到你，你真的太幸运了。我你去哪去哪？买彩票啊！哎，是您告诉我号码，还是直接把钱变这儿？托要自己拍，钱要自己赚，你要享受那个过程啊。是，那要你这个财神有什么用啊？我可以帮你招揽顾客进来啊。顾客进来他会消费，一消费就掏钱给你，一有钱你不是发财了吗？这样也行啊，那就麻烦您开始吧。哎呀，我还要出到法宝哦，千里恩怨一线。你这是红绳吧？对，这看似红绳，其实是套金锁。哇哦！让我套进来。哇！真的有人来了，欢迎光临财神主题餐厅。小强，阿妹。好久不见。是啊。本来只是从门口路过，忽然就想进来坐坐。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可能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吧。这么久没见，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如此美丽。这么久没见，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如此油腻。过奖了，想吃什么我请你。不必了，给你20，不用找了。过了这么久，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如此大方啊。行，我去给你做啊。是，认识的？我前女友。哦，你这个红线啊，不是套金锁，太棒了。我办事你放心。哎，我去做饭，你慢慢聊。谢谢啊，慢慢聊。阿妹啊，小强，正所谓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说到这个花烛夜啊，下个月我要结婚了。小强，
嘛，小强？小强，结婚好，恭喜你啊！我下个月一定去喝你的喜酒。好，财神套餐到。哦，一见面就摆喜酒了，叻仔。叻的不是我呀。那到时候见了，拜拜。你这招的什么客人呢？我就挣20块钱，我还搭1000块钱份子钱，又伤财又伤心的。哎呀，白晒乌龙天！哎呀，这我舒服啊，我舒服。你舒服什么舒服？你还舒服？不，我说那个不是那个舒服，舒服舒服。哎呀，行了，你靠谱点行不行啊？有，我还有件法宝，非常靠谱。还有啊，嘟的铃铛，同心锁吗？这是？哎，不是同心锁，这是招财锁。你锁上，他会进来消费。给我锁，进来吧你。又来人了，欢迎光临财神主题餐厅。是你？你是啊？不是，音乐停。我们之前见过吗？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回生，二回熟。行了，那比我还油腻呢。你是来吃饭的吗？当然来吃饭。那行，那您看一下菜单啊。不用看菜单，你做的我都爱吃。不是，不光今天要吃，以后每一天我都来吃。什么意思啊？从今往后1年365天的每一天，1日3餐的每一餐，我都在你这儿吃。我们这可不卖早点啊。那就吃夜宵，反正我每天都来。有问题啊？没问题啊，每天都来帮衬，发财了，我锁都不是。你别锁了、啊、你没听到吗？你听他说的，我每天都来。是有点问题，你快收了法力吧。我这不好意思，法宝失灵了。我每天都来，每天收，每天。哎呀，我是谁？我在干嘛？这是哪儿啊？欢迎光临财神主题餐厅。餐厅啊，名字还挺吉利的。你要不看看吃啥呢？我就点个套餐就行。行，财神套餐到。哇，你做这么快啊？扫过去了，老板。欢迎下次光临啊。Goodbye。你这怎么招的 ？I'm sorry。这摆了乌龙，没问题。我还有第三样法宝，怎么还有啊？有，这法宝绝对行，杜德郎灯，三生石。你怎么知道？这上面写着呢，三生石。有三生石，是不是还有十里桃花啊？啊，什么来的？不是，你们天上不看电视剧吗？看，我当然看了。什么外来媳妇本地郎，72间房客，那个香菜猴掌鬼呀吗？你们天上还挺接地气的呀。对对对，不说这个了。从你拿锁我就觉得你不对劲，你是财神吗？你到谁呀？啊？不，我真的是财神。那我坦白吧，其实我以前的工作是月老。什么意思啊？就是帮男女牵线搭桥。现在天庭总公司采用轮岗制，我以后不做月老了，我是新一届的财神。但是我刚入职，我的法宝还没更新啊。不是，那你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啊？你看，孤陋寡闻了吗？没听说过有一句话吗？东南西北中，要发财到广州，要这个这个。想不到，我第一次来到凡间，我就遇到了你。哎呀，不是，你还怪上我了是不是？还没，我没怪你。我是真心帮你的、啊、我不需要你帮，您赶紧走吧，您赶紧回天上，人间不值得呀，快走吧，快走吧。让我帮你，我这样回去好没面子的。哎呀，不用不用，我明年就把店卖了，我考研去，好吧？不用第一次看财神打架吗？留个纪念啦。耶、yeah ！所以你们这儿吃不吃饭呢？有饭吃，有饭吃，有饭吃。你真是来吃饭的？啊、
那快请进。您看看菜单吃啥？啊，就来个干炒牛河吧。好嘞，我自己做。姑娘单身，没对象。怎么你要给我介绍的？我在啊，我帮你介绍。天地灵地，坐好了。你收了神通吗你？职业习惯。你慢用啊，坐好了。家人们，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家店的干炒牛河。哇，一眼看上去就锅气十足，这个粉哦，一看就 QQ 弹弹，一定很好吃。赖里赖里，你是探店直播？对呀、啊、你还懂这个？我们是与时俱进的，我们5G 全覆盖了，你 outdate 了。家人们，这个牛肉，哇，这个牛肉简直绝了呀！一口咬下去，又滑又嫩，满满的牛肉脂肪香气，能够吃得出来啊，是新鲜的好牛肉，绝对没有上科技。老板，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当然是我自己做的。那咱们这家店的店名叫财神刀，财神刀，食到财神有运到，欢迎光临财神主题餐厅，绝对的宝藏小店。家人们，还不快跟我一起冲冲冲！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你用了、啊？我没呀，不是我啊。您有？怎么样，老板？我这个影响力还不错吧？你要发财喽！你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财神，谢谢你。其实你不用谢我，是你自己的努力，你的出品受大众欢迎。我在你身上学到了，其实想发财，想恋爱一样，不能投机取巧，要脚踏实地。所以每件事都要用真心。我这个新任财神，我知道明年怎么做了。做什么？我要保佑每一个用心工作的人，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发大财喽！发大财！哎，邓璐啊，说到财神，咱俩的节目都跟财沾点边。对，财经郎眼，2023年迎来了第14个年头。我们的口号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叫“生活无处不经济”。邓璐时间也做了4季了，我们是从湾区出发，对话未来。所以说啊，咱俩的节目都是带着财气来的。在这儿也要祝愿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猪龙入水，财源滚滚。那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呢，是咱们国家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了，以不到全国0.6%的面积，创造了全国12%的 GDP。预计到2030年，我们的湾区将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湾区。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们将许许多多的不可能变作可能。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未来湾区将讲述更多的故事，创造更多的奇迹。时序轮替中始终不变的是奋斗者的初心，历史坐标上始终清晰的是改革者的步伐。那么就让我们回到之初。
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哦。这个一个狗，马屁有人了，有人谁呀？恭喜发财！哎，讲啲好嘢嚟听下，派利是，派利是，派利是，恭喜发财！恭喜恭喜你，请坐吧。哎，我最喜欢过年的时候派，把每个人都很开心。那祝各位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喂，呢度咁多嘢食，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边只打边只？我先介绍一下吧，你看 B 哥这个呢，就是我们客家地区逢年过节必备的发板，客家话就是发板呢。哦，你看它一睁开的时候，哎，它就特别像人的笑脸啊，咧开嘴的，寓意着呢好事降临，所以发板一定要买那种咧得贼开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煎堆，而这个呢就是油角，就是这个开油锅，可是咱们广府的传统文化，而且油炸的。炸鸡，炸鸡，炸黑，炸黑，炸黑。我呢，这真的要介绍过年肯定要吃的东西，就是生菜，还有呢，哇，鸡勺啊！其实呢，我们澳门过年呢，从腊月28开始。28呢，在粤语的谐念就是一发一发，很好的一头哦。所以呢，我们肯定要吃鸡勺同埋生菜，寓意生财利禄。这个叫红桃果，是我们潮汕地区著名的食品。桃果啊，寿桃啊，一般都表示长寿，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潮汕地区的家家户户都会做红桃果，它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哦，说到历史啊，岭南的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接下来的这些方言歌曲呢，都是和这些传统的美食一样，陪伴了我们一代又一代。肥仔个头大过5层楼，肥仔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风的歌儿随同天飘走，嬉戏里光阴过去，欢笑上片中寄出。肥仔个头大过5层楼，肥仔只手佢细过荷兰豆。歌儿还会唱几首，经太远忆得半句，那半句跟花雨飘去。莫耶，你哋麻嘅时候到噶？妈妈，我哋出刀诶！迷雾门前唱山歌。开自家，自家门未睁开，阿老饼爱食油堆，油堆未睁色，阿老饼爱食豆奶，豆奶
袂清歌。阿爸说，天顶不会掉阿饼。阿爸说，得自己去做，自己去拿。有簸箕在身，就不受波澜，就有生活的更好的办法。阿爸说。社会长兴天下，阿爸说天顶不会掉阿饼。新年好，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扇灯，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此开心，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伤心得你恻隐，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等你回来时贴近。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芳荫，如沧海未尽缘分。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扇灯。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痴心也在原地。旧一片段曾属你，紧紧拥抱不弃，终于再没逃避。若某天风花雪月如泪，我等你悲欢过后如愿再聚。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唏嘘，如沧海一生回味。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樱花正开，月影照上我心，痴情难自禁，夜半灯歌叹
惜我孤身，月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线灯，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线灯。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马上播出，玉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金兔贺岁，欢乐祥瑞。亲爱的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玉兔呈祥大湾区2023广东卫视春节晚会。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不知道屏幕前的您许下了什么样的新年心愿呢？总之，我们要祝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我们每个人啊，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许下的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但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小愿望的实现，最终汇聚成了我们伟大国家伟大梦想的实现。如今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蛟龙入海，嫦娥奔月，神舟飞天，北斗指路，还有天问探火，这一个个流传千年的传说，如今变成了令世人惊叹的现实。对于未来，我们不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更有把想象变作现实的奋斗决心。所以有句话是这样说，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原来风格这么轻快，展现老百姓轻松写意生活的广东音乐《彩云追月》，今天听起来听得我热血沸腾了。那今天的彩云追月呢，是把传统进行再创新，让民乐和科技相融合，带给我们全新的视听享受。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也要与时俱进。你看，过去我们只能仰望星空，遐想翩翩，所以轻快。那如今呢，我们皆成所愿，奔赴星辰大海，所以大气磅礴。把曾经的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作为华夏儿女，我们自豪，我们骄傲。吴会计，哎，明天县督察室主任就来咱们村视察了。我办公室那些古董你收了吗？没有。还没收？那明天再收呗。你懂什么呀？那些个领导我就喜欢提前到暗访摸排。哦，快去收。抓小偷啊！抓住他！抓小偷！主任，咱们村进小偷了。哎，你要干嘛？孰轻孰重啊？去收东西。好。跑步。哎呀，还想抓着我，没那么容易。人跑哪去了？接着走啊！那小偷穿了一身的黑。哎呀，这，嗯，正好。
这总认不出来了吧？哎呀呵，这村儿还有装修这么好的屋子？呀，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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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这是康熙年间的，真品呐！哎呦，这还有雍正的，哎呀，乾隆的，嘉庆的，哎呀呀呀呀呀！总不能这么倒霉，真的提前到吧我？呀！啊！你是？我是？哎，我不是。那你是？哎，我就是。哎呀！哎，主任，你怎么比我还快？我来烧古董了。县督察室主任已经到了。啊，那你不是要被抓了？你也要被抓。啊，那怎么办啊？你别急，我先会会他。好，你出去。好。跑步。哎，别着急走啊。哎呦，您说您来之前也不提前说一声啊。那我们这行呢可不行来前说呀。啊，我懂，暗访要提前摸牌。是，没踩点他就容易失败。这不让你抓着了吗？哎呦，您说的对，您可是太难抓了。多少次托关系都没能跟您见上面呢，轻易让你见面，说明我还是不够老练。我懂，明白。您忙，毕竟您是县督察室主任嘛。是，我是，我是谁？您是县督察室主任啊？啊？啊，我是县督察室主任。哎呦！瞧我这张没有眼力劲儿的嘴，您啊年少有为啊，您将来还会是县长、市长、省长。我觉得我顶多就是个家长。您是人民的家长，父母官嘛。哎，那你是？哦，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呢是咱们村的村主任。那个领导啊，我虚长你几岁，你呢叫我小刘就可以了。小刘，哎，那我这也就算是来了，哎，啊，那接下来我就得走了。哎，不，领导留步，别送了，别送了，别走啊，再待会儿，再待就暴露了。不，哎，领导，外面现在正在抓小偷，万一冲撞着您可不太好，您再待会儿吧。外面这小偷就还抓着呢吗？就还抓呀？还呀还呀，你看今天我看着不抓着是不会罢休了。不抓着还不罢休？哎，对，抓着还得打，抓着还得打。那我再待会儿吧，我再。哎，来，我给您倒杯水。哎，小刘啊，哎，我一个小建议啊，哎，您说，就这小偷抓着了，咱就直接送派出所，就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咱就不打他了呢？有这个可能性吗？就啊，这不能，那我只能入乡随俗了。领导啊，我呢也就不跟您绕弯子了啊，这个您也看见了，其实啊。我办公室这些古董啊，它都是假的，都不值钱，您可千万别误会啊。你说什么？啊，这古董都是假的？对。呸，像胡啊，你这古董可都是真货。您肯定是看错了。我干这么多年不可能看错。你看看这康熙的、雍正的、乾隆的、晚清的，还有这微波炉专用的，你这玩意儿放这干啥？哎，这随便拿一件就够我吃一辈子了呀！没想到还碰上个行家。那可不，你这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宝贝啊！领导，我你呀你呀，你还不识货，你真是个傻子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领导。领导，您喜欢？那废话，当然喜欢了。这玩意儿偷都不知道上哪偷去，你上这儿偷来呀？那偷不还得挨打吗？哎呦，领导，您要是喜欢，您也可以带回自己家呀。是我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但是没有，但是，您要是喜欢，直接拿。这我还能直接拿？不用挨打？拿了，咱们就是自己人呢。你说的什么话？啊，不用挨打，
咱们就是亲兄弟呀。主任，我拿来了。哎呦，拿什么来了？我觉着你这一次肯定是躲不过了，这是咱们这些年的名单还有账本，领导我全交代。你交代个屁，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我懂。你懂个茄子你懂。我告诉你，他现在已经拿了我的古董，咱们呀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哦，兄弟，嗯，看怎么样了？啊，挺好挺好。那让我们尹会计给您打包带走。嗯，这也行啊。可以。我包在那儿。好嘞，交给我。坐。哎，兄弟啊，啊，既然咱们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那你给我透个底。嗯，那件事县长是怎么批示的？哪件事啊？哎，就那件事儿。有这事儿吗？兄弟你别跟我打哈哈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只要帮我把这事儿搞定，别说是这一屋子古董了，就是金山银山我都给你搬来。你可拉倒吧，咱这村儿哪来的金山银山呢？这你就不懂了，做假账啊，这里边油水可大了去了。那你跟我说这干啥呀？这不得靠兄弟你帮我捂一捂吗？怎么捂啊？哎，你就跟上面说，你都看了没问题，我这办公室里也没这些个古董，这东西你不都已经收了吗？哦，哎哎，怎么了兄弟？要不对。我现在是县督察室主任对吧？对呀、啊、那你给我这又让我帮你呢，那你这不是贿赂你？对，你纯纯一个贿赂。他偷偷里贿赂我。 absolutely 贿赂。兄弟，咱俩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不是不是，这我都知道啊，现在国家反腐倡廉这么严重、哎，你们就不怕？怕？怎么不怕？现在伸头就挨打，那都是有前车之鉴的。那主任你还那么猖狂？我一点不受这个。兄弟，我有秘诀。你还有秘诀？哒哒哒哒，什么动静？吓我一跳也。你看这是什么？这什么呀？这是录音笔，里面有各式各样各种人的录音，只要我被抓，那就是一锅端呢、啊。哦，我知道，这是证据，这是护身符。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一个坏蛋啊！你也是坏蛋呢、啊。所以你们是？贪官呐、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会计正好，帮我拿一下。没问题。兄弟啊，既然咱们都说到这儿了，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早看你支支吾吾的，但讲无妨。嘿嘿，我看你混得这么风生水起啊，那转过年来，我也想到这基层里来。历练历练，这就对了。嗯，可不能小看基层啊，搞好了油水大了去了。那您教教我。哎，在我看来，搞钱第一招巧立名目。怎么讲？尹会计，哎，村里边修路灯的事儿要花多少钱呀？30万。哎，30万不算多啊，这没什么油水啊。路灯是有损�号的，简简单单报个300万吧。哦，还可以这样啊。第二招，狸猫换太子。怎么说？尹会计，有上次皮鞋厂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哦，皮鞋厂的合同已经签订了，10年的。哎，这我知道啊，咱们村是农业用地，那不能办皮鞋厂啊。张在我手里，我说它是什么地它不就是什么地吗？那皮鞋厂污染那么严重，那地还能种吗？ Why so serious？ 这什么动静啊？这是。那行，情况我都了解了，那祝咱们合作愉快。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哎哎，干嘛这么着急啊？当然着急了，着急去举报你吗？哇，这话怎么说的？哦，你贪赃枉法，我得为民除害吗？哇，我好害怕呀。不过你有没有证据？哦，对，我又没有证据，那喏，这不就是证据了？哇，哎呀，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够坏了，哎，我没想到你比我还坏呀。咱们这村这么不容易了，我一个贼我都下不去手，
你还敢中饱私囊，我今天干脆就做一回侠盗。你不是县督察室主任，你是？哎，我什么时候说我是县督察室主任了？我哎，气不气？哎，我气死你，气死你，气死你，气死你！来来来来来，尹会计，干得好！我不是会计，我是县公安局经侦部门现任卧底尹贝西。我盯你一年了，这一次终于让我掌握了关键证据。这次我拔出萝卜带出泥儿，你们这帮蛀虫啊！就等着伏法吧。哎呀，还得是咱政府啊。政府，那我也表个态啊，我是个小偷，我自首。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你呀，你坦白从宽吧。你走了，走走吧，我一起去自首吧。好，好，好，湾区文化这几年啊，真的是越来越有范儿了。很多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啊，已经是火出圈了。越剧电影《白蛇传情》呢，更是创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多项新纪录。像潮剧、雷剧、汉剧、西秦戏、白字戏等古老的戏种啊，都得到了更有力的传承和更多元的发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岭南戏曲节目。
走你所走的长路，愿你所愿的永远。先辈们的理想如今都一一实现，那些曾经无比渴望却未曾展开的笑颜，如今是那么的灿烂。我们从未停下脚步，我们仍有未写的诗篇。让我们在歌声中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世界和平美好，幸福安宁。祝愿大家皆得所愿，也共勉以梦为舟，向上向前。你是遥遥的路，山月到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缘，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和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忘啊，愿勇往啊，这生是每一天。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孩子们啊，安睡梦乡，像你深爱的那所愿无所不成。在刚刚过去的虎年里，大湾区的奋斗者们不舍昼夜，只争朝夕。展望兔年，我们使命在肩，昂首阔步，奋戟扬帆，正当时。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粤港澳大湾区在融合创新中不断散发无限魅力，让我们共同唱响这催人奋进的时代颂歌。Oh!
身旁，信念永恒，初心不忘。人民就是江山，写就一世名担当。为了人民幸福，为了父亲序章，我们眼中有星光，脚下有力量。金兔报春，时光流转，万千气象，坚韧使人动容，成就使人振奋。新的一年，我们会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潮涌湾区，我们同心同德，跨山越海。新的一年，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日生不滞，前行不止。让我们抓住新时代的伟大机遇，在新的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高水平推进现代化建设，守正创新，团结奋斗，奋力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我们湾区人有火热的心，向前的劲，期待粤港澳大湾区在新的一年书写新的篇章。新的一年，我们祝福每一个人都意气风发，风忍年华，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生活如画。亲爱的朋友们，玉兔呈祥大湾区2023广东卫视春节晚会到此圆满结束，让我们再一次由衷的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我们明年见。明年见。稍后继续玉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马上播出玉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
广播卫视祝愿大家新春快乐。玉兔呈祥大湾区2023广东卫视春节晚会由千机科技集团大力赞助。上微博搜索湾区春晚，进入微博实况热聊，一起边看边聊。上抖音关注湾区春晚，看更多精彩内容。上快手搜索广东卫视，看湾区春晚更多精彩内容。搜索春节红包分20亿，活动好玩有趣，红包祝福满满。上微博进入湾区春晚话题页，参与晚会点评，分享你最喜爱的新年舞台。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了解晚会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玉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马上播出玉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呈祥大湾区2023广东卫视春节晚会由千机科技集团大力赞助。上抖音搜索湾区春晚话题，看更多晚会精彩短视频。关注广东卫视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看春晚，解锁更多晚会精彩内容。上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搜听晚会正版音频。上百度看春晚，畅聊春晚名场面。上秒懂百科看湾区春晚短视频，硬核知识都在这。感谢触电新闻、荔枝网、喜悦 TV、 云视听、乐听、广东有线电视、古斗 TV 的大力支持。感谢新华网、人民日报世界、人民日报人民号、触电新闻、荔枝网、喜悦 TV、 云视听、乐听、广播融媒中心、电视融媒中心、对外传播中心国际频道、羊城交通广播频率、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广东珠江频道、大湾区卫视频道、广东综艺 4K 频道、广东新闻频道、广东体育频道、广东公共频道、广东影视频道、广东家家少儿频道、广东经济科教频道、今日一线、今日关注、湾区最新闻、珠江新闻、广东电影报道、广东娱乐周刊、达峰文旅工作室、触电文娱、全省21地市主流媒体和县域融媒体中心、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南方杂志、深圳特区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香港大公文汇传媒、南方都市报、N 视频、新快报、信息时报、南方家、金阳网、南方网、新浪广东、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新浪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百度百科、百度 App、网易新闻网页号、中国电信天翼、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力、橘子娱乐、飞熊娱乐、驴火娱乐、咸鸭蛋生活、异样飞行、掌上有鱼、环探娱乐、碰星、至于成果娱乐、独角秀、华语之声、闪萌观众网、影视聚焦、环球在线的大力支持。稍后继续玉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马上播出玉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祝大家四百甲头龙门当年升天到底见到粒你掂个碌车，日日有尽数向山长有，一路统关好地加肥碌一碌又一。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